我帮你约什么时候门诊方便？还是帮你约礼拜三早上？好，那我盒子还是给你。好，好不好？感谢 ，OK， 好，感谢，不会。盒子就给你，好的。其实他们我们本来也就是这么收藏，所以你不用太担心里面污染，其实就是他们的尿比较重要。两个盒子给你，我可以的话。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件事情？就是我们在住院的前一天晚上，我们有去过。